哪个哦哟，在哟北大城哦，要得咱去哪个镇啊嘛，嘿走就向前冲哦，冲斗冲哦，喊他一声宝贝儿谁来哦，不自由起浪嘿走，有他一个腰儿本事咱的那个乖算了吧，我那情况你也知道，要不算了吧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以后呀下了班就直接来公司，在单位你是孙子，来了我们公司啊你就是爷啊。真的？那当然了。行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定了，走嘞。奇了怪了，哎，说吧，到底是谁？谁说的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，肯定也不是我啊！我这人一向不讲歹话的，对吧？就是啊，我们几个人不可能那么不懂事儿，去说人家胖。哎，浩哥啊，会不会是你家朱玉呀？不可能，我们家那方老婆她自己都胖，她还有脸说别人啊？哥。是不是有人故意捣乱呢？哎，比方他的竞争对手故意想黑他呢，是吧？对，我看你几个心里八成有鬼，我十成。不是，老杨，嘿，干嘛呢？哎呀，我们又没有有钱的儿子，我们帮忙干啥啊？哎，杨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杨总。杨老杨，上车。啊，我们得还得去送盒饭，送那儿吗？让他们送你上车。啊，去哪儿啊？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哎，你们一会儿等那车来了，把饭，送楼上去啊。都知道的吧？哎，你把我带这个小区来干什么？手机给我。啊，手机，我拿我手机干嘛？你刚才不是说我要检查你工作吗？啊，这样你说对了。走吧。哎，检查工作拿我手机干啥嘛？等等。哎，走。姐，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嗨，早准备好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。老杨，跟我进屋。啊？快点。好。干啥呀？哎，不是你。站这儿。杨总，您这是干啥呀？这是，哎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表妹刚刚点了辣妈小厨的餐，一会儿会有人送餐，正好是你好兄弟周浩，我们看看他的服务态度怎么样。哎呀，周浩啊！
行了，别找了，记性怎么这么差？手机在这儿呢，忘了。我不是找手机，我看看烟带没有。干嘛？啊？没看过美女化妆啊？饭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哎，我帮你拿进去碗，你的化妆怕弄脏你的手。去那边。没看出来，你还挺细心的嘛。哎呦，我们辣妈小厨很注重服务的。谢谢啊，慢走。哎，您先尝尝，说说吃后感。回去好给老板汇报吧。这么麻烦。好，尝尝你们的厨艺。哎，嗯，不错。是吧？我们辣妈小厨的菜品那是丰富极了，营养价值也很高，吃了身体壮壮的，脸蛋胖胖的。谁要脸蛋胖胖的？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脸蛋胖胖的。你别生气嘛，您坐您坐。你能想到的问题，我们辣妈小厨当然更能想到了。你的烦恼就是我们辣妈小厨的烦恼，所以我们为你解决了一套完美的方案，为您亲情送上美人瘦减肥茶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你居然向我推销减肥茶啊！你看一下，你好好看一下啊！我这个身材，我需要减肥吗？你有毛病吗？四月，五月，四月不减肥，五月变胖呗。哎呦，这是一个人人都减肥的时代。你现在看起来是不错，但是你得看跟谁比，是吧？你和80斤的人比起来，你也不显瘦啊。万一人人都瘦成了80斤，你不就变成胖子了吗？哎，你要看着别人瞬成一道闪电亮瞎你的双眼，而你呢，胖成一堵围墙挡住人家的视线。站好！家里还有人呢。哥，你这个破玩意儿啊，你还想弄出多少事儿？姐，你整个什么人当那个送餐员嘛？哎，这太丢人了！这别光说别人，说你吧，你偷偷卖着什么？我说话呀！那个，我卖的老丈母娘做的秘制咸菜，绿色生态，只卖10块。我说你之前不愿意，后来上杆子要跟着干，搞了半天是想借着我的平台卖私货。牛老妖，你脑子够灵的呀！我哪有这脑子？那得感谢您男朋友王老师。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人家那么高大上，难不成还跟你说上话了？不是，他说话我听嘛。那天他讲课，我去了。他讲那个加油站和鸡腿儿，人家是那意思吗？啊，你满脑子歪主意还怪上别人了？不是，人家讲的就是要迎合市场这个事儿嘛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们家老丈母娘做这个咸菜做的是真好吃，不信你尝尝。要真好吃，咱们还可以合作经营是吧？多有这个商业头脑，哎，说不定能发财啊。牛老妖，你这有卫生许可证吗？经过 QS 认证吗？经过食品药监局的检验了吗？啊！他一个农村老太太做点咸菜，至于那么麻烦吗？你这，滚一边去！你们把自己私卖的东西都拿出来吧。一双，
两双，四双，五双，六双，十双，没了，完了，下一个。我这个不好拉，只能倒出来。那就倒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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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倒啊！你想呛死我们呢？你要倒的吗？拿回去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别倒了！哦哦，好好好。这什么呀？韩鱼。啊？就是咸鱼。你往那边站点。啊，我知道这个味道是有点重，我特意包了。你往那边站点。它闻起来是很臭，但吃起来很香的。这个炸着吃呢是干香，煮着吃呢是糯香。要是这么吃着玩呢，就是臭香。好啊，真好！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。这都一堆乱七八糟什么东西啊！我是开餐饮的，减肥茶都有，怎么回事？对不起。服务配套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。没事。还笑？没笑啊。没笑。我没有笑，真的不是我。叫你别笑，你定了，快快快，笑啥呢？笑啥？你们到底还想不想干？干可以，你得给我们加钱呢，杨老板。你看人家送快餐的，送一次5块钱，人家一个月还有2000块钱的底薪，你凭什么只给我们1块钱呢？我们不偷着卖点这些私货，我们吃啥喝啥，是不是？谁愿意为你干呢？就是嘛。我们是个对噻。哦，对，加钱不加钱我们就不干了。对，不加钱我也不干。人家送一盒有5块，还有底薪是吧？我给你们1块钱少了。是啊。你们跟别人能一样吗？人家会骑摩托车，会开三轮车，你们会吗？实话告诉你们吧。我下楼喊一声，能有4、5个棒棒，你们愿干不干，自己想吧。哎，杨哥，这大人，你怎么走了呀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应该搞个床头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词法分析、语法分析、语义检查、中间代码生成、代码优化、目标代码生成，这些编译程序特别容易出现问题，要仔细检查。你们都就饭吃了啊？胡老师，我们一直都在注意啊。小李啊，你的编程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吧？我忙了几个晚上的成果全让你们给毁了。知道吗？哟，怎么回事儿？又惹胡大少爷生气了？心雨，消消气啊！这样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今儿胡爷气儿不顺啊，改天再弄。心雨，心雨，你知道我是学渣，我哪儿找得到这些学霸嘛？不是我说你。就这帮货哪儿请来的呀？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。走走走走走。星宇，过来喝杯咖啡吧。好嘞。哎，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玩情调了？自从有了这车以后呀。我就感觉有了新家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这四个轮子呀，承载了我的创业梦。清风，你是有梦想的人，这有的时候吧，还真挺羡慕你的。
无论什么时代，你只要站在风口上，连猪都能飞起来。何况，我们已经站在风口上，飞起来是早晚的事儿。星宇，我们一起干吧。一起干？对啊，我知道我公司里边那几个程序员是不行，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你加入进来。要不还是算了，我家里啊不会同意的。是啊，你也承载了你全家的期望，理解。你说我们为什么去这个辣妈小厨啊？哎，不就是想搭个顺风车吗？我这个咸菜刚刚卖的有点起色。周浩，你那个减肥茶啊，那个破减肥茶，坏了我的好事儿。一说你们个个长了毛就是猴子，你卖减肥茶，还卖老母鸡的，哎，你们怎么不开一个杂货店呢？姚哥，你那么精明的人，你肯定不会落后子啊。我那也是听了一堂课，哎，才明白的。你们呢？稍微一反应，鬼点子就出来了。哎，我看你们现在可以了啊，都敢耍我了。我明白了，是不是以后我得管你们叫大哥啊？不不不不不不，哎，大哥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大哥。姚哥，哎，说真的，那个杨总那儿再不给我们涨点工资，那么我们兄弟们再去干的话，没啥意思了。他一定会给我们涨工资的。以后来往。薛大姐，哎，听说你有个儿子，啊，多大了？啊，二三。啊，我有个侄女，今年刚好二十，美甲的，我给你儿子介绍介绍吧。好啊。哎，你说给我儿子介绍女朋友啊？对对对，那得把资料拿过来，我看看再说。哎呦，好大的口气哦！哎，我儿子这找女朋友，那可不能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就行了，那最好是能找个老师啊、公务员什么的。这样子嘛，不能差了。哎，但是也不能太漂亮，这太漂亮的女人呐，她不安分。你还不相信？我儿子在文化馆，那可是坐办公室的哟。有他的照片吗？工作证也行啊。这个没有。那你吹什么牛啊？你吹！哎，我现在就去他单位给你拍一张去。哎，来这儿。胡心宇呀，你惹大事了你！啊！那馆长在电梯里呢，那你就第一个出来。你把领导放在什么位置了？你知道你这不做是什么吗？啊，这叫目无领导，你知道吗？你仗着自己考上了文化馆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能忘了根本，你知道吗？爸，写检查，你现在就写，越深刻越好。明天早上啊，你就把检查交给馆长。就为早出那半部电梯就要洗个检查，这是对我的侮辱。
就这还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原谅你呢？你嘴上的毛才长几天呢？你懂个屁！明天早上你要是不把检查交给馆长，你今后就别进这个家门。就这种时间，你看吗？哎呦，姚哥！嗯，杨哥来了。哎，姚哥，都在这儿吗？哎，杨哥，我听浩儿说你有办法让那个杨老板给我们涨钱呢。咋样嘛，姚哥？兄弟伙吓得快急疯了。就是啊，咱们再这么干下去，那就亏大了哟。哎，对对对。是。你这个嘴是属兔子的，这么快啊？哎呀，姚哥，我倒没啥，主要是他兄弟们不太相信，是吧？哎，对，老子是看你不大相信吧？有点儿，赌不赌？赌不赌？赌一把？赌吗？赌赌而不赌？赌啊！赌就赌嘛！赌赌不赌？赌！啊！二十，十块，二十，拿钱，我就这点，拿，拿钱，我先看看多少，是二十，三十，五十，七十，我们的钱哦，算我借你们的，今天中午，棒棒饭，老子请客，因为今天我过生日。哎，对，姚哥，你糊涂了。你的生日不是下个月吗？啊？老子说哪天就是哪天，就今天过。哎，不对哦，姚哥，那中午我们怎么去得了吗？不是要给那个辣妈小厨送饭的吗？哦，是啊，对啊。姚哥，他就是姚哥。哎，你就是这个啊。走。哎。啥意思？这啥意思？走走走，过生日去！走走啊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！哎，啥意思？罢工，吃饭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这小胡今天有点不一样啊。馆长，小胡，找我有事吗？辞职报告，我想个不同的14600天，更不想天天去重复。霍新宇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馆长，我算过了，我现在23岁，等我退休了以后就是63岁，那就是40年，14600天。馆长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在这里居然比领导先下个电梯还要写检查，而且更让我受不了的是，这种日子我还得重复10000多遍。你等等，你等等。什么电梯啊？什么检查？就是昨天，我跟您一块下电梯，是我年轻不懂事儿，还没等您先下电梯，我就下去了。我知道管理会因为这个处理我，所以，我爸让我给您写了这份检查。你爸让你写的，老胡？对，他非逼着让我写。还嫌我写的不够深刻。
可是，我们大家也没记着有什么电梯这回事啊。再说了，我们谁也没说要处分你啊。啊？这个老胡也真是的，这不小题大做吗？一个单位，那个人际关系有那么复杂吗？真要是这样，那岂不是人人自危啊？还有，你爸让你写检查，你怎么给我交了这么一个东西啊？我，哎，坐下说吧。坐下吧。馆长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在这个单位让我感到窒息。我是学计算机的馆长，但在这个单位，我除了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公职身份以外，我什么都没做。馆长，我不想再这样碌碌无为下去了。小胡呀，我承认，体制内单位啊，有它僵化的那一面。年轻人刚来，难免不适应，这我都理解。可你是老胡的儿子，你进这个单位有多不容易，你心里是最清楚的。所以啊，我希望你还是审慎地考虑你的决定。太阳再次越过北回归线，万物得以复苏，北极冰原即将迎来又一次躁动。经过漫长的冬季，北极熊也从冬眠中苏醒过来，走入茫茫雪原中寻觅食物。干什么？没见过爸吗？怎么，心情不好啊？建峰，我辞职了。真的？那真是太好了，你到我这儿来干吧。你等等啊，小王啊，你向大家宣布一下，胡新宇今天正式成为本公司技术总监，你给大伙儿说一下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哥们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正准备扩大两倍的规模。来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，必须得喝一杯。我这开着车呢，还喝酒？哎呦，我叫代驾就行。来吧。敬我们的明天，敬自由。这个策划案做得不错，但细节方面我需要再精准一些。小李，你看这几层数据，像这个。杨总，有人找你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们先讨论一下，我一会儿回来。小七，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开会呢，手机关上。哎呀，您看，现在已经12点了，那些报告一个都还没来拿餐。你说今天到底他们来还是不来？要是不来的话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你给牛老幺打电话了吗？我打了呀，他说跟我说不清楚。小馒头，今天你敞开吃，我请客。牛老幺，我不白吃，我随份子。哎，来，祝姚哥生日快乐！快乐快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啊，杨总啊，你在哪儿呢？都几点了，赶紧过来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我忘了，今天是我过生日。哎，你看这喝了不少
酒呢。哎，要不然你也来与民同乐。牛老妖，你别给我整这些幺蛾子，现在已经中午了，我的餐等着人送呢，马上把人带过来。哦，哎呀，没关系嘛，那天你不是说了吗，要找我们这样的棒棒，你喊一嗓子，楼底下随便叫个四五个。那干脆现在你下去喊一喊，先叫人给盯一盯啊，明天我们保证到岗啊，保证到岗。牛老妖，哎，就这样，给我来这出。佳佳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上哪儿去找人啊？喂，来，儿子，多吃点肉啊！谢谢妈。检查交上去了，交给馆长了。那馆长看了说什么？他也没说什么。他没说什么。啊，他说检查挺深刻的啊，说让以后改正。他说啥？检查挺深刻的，以后改正啊。哎呀，老头子，这又怎么了呀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馆长对谁不满意，他才会这么说，这完全是在敷衍。没，爸，我看馆长当时态度挺和蔼的。那就更是这样了。他呀，越是对谁有意见，他就越和蔼，反而他对亲近的人倒是没有好脸色。哎呦，那该怎么办啊？这是对他冷处理呀、啊，说明他这口气儿啊还是没涮过来呀、啊。不行，明天呢、啊、我得到文化馆去一趟。爸，你去干什么呀？你有什么你跟我说，我去处理。我不去，那你等着天天给你穿小鞋啊！我得亲自找馆长给他赔礼道歉，豁出我这张老脸了。我得把这个事情摆平了。爸，别说了，你说说你。连个检查都写不好，我不去行吗？就这么定了。我吃饱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吃了再走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少跟他瞎掺和。我辞职了。啊？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你快救救我吧！明早我爸要去问文化馆，那我就完了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你敢做，你就敢扛呗！现在装什么孙子啊？倩倩，从小到大就是你贵点的多，我可就全指望你了，要不然我就真完了。我没办法。好，倩倩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办法不是没有，看来这次只能靠我爸了。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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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，这事儿你得管。我管？我管得了吗？他是把天给捅了个窟窿，我就找天王老子也管不了啊，管不了。哎，牛叔，这事你要不管，那我就死定了。我管了你也死定了。哎，我说心雨啊。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哎呀，真的管不了，真的管不了啊！哎，爸，他爸要是知道了，肯定气死了。所以啊，现在辞都辞了，您总不能眼看着他爸出事儿吧？他爸气死跟我有啥关系？还不是他儿子给他惹的祸吗？以前没关系，现在有关系了呀。为啥？因为现在我告诉你了，你要是不管。就是见死不救。不是你，哎呀，你什么你呀？爸，求你了，你看救人一命还胜造七级浮屠呢，你就当做好事儿了呗。哎呀，求你了吧。牛叔，哎呀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你们这是赶鸭子上架，比老鼠种地呀。
让！是刘老师啊！哎，来这么早还没吃呢吧？来。啊，刘老师，吃过了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我听说你回家去了，这怎么有空过来看看呢？啊，我找馆长有点事儿，我先上去了。哎哎，老婆，不巧了，馆长啦到北京出差去了，得半个月以后才回来呢。哟，馆长到北京出差要这么久啊？对呀。那怎么一听心宇说过这事儿啊？啊，不是，他可能也不知道，馆长走得匆忙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就回去了。你上班去。老胡，老胡，你看你，你看你紧张。我又不问你借钱。我没紧张，没紧张。我是想跟你说呀，小胡在我们这儿表现挺好，昨天呢，馆长才表扬了他。真的？真的呀。那我怎么一听心宇说过这事儿啊？哎呀，馆长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一向都是在背后夸人的嘛。是是是是，哎呀，刘老师，哎，求你个事儿啊。老胡，啥事儿还用求这个事儿？就小意思。哎，拿着。刘老师，你就不要跟别人说心宇是我儿子啊。不好，老胡，拿着拿着拿着，客气。谢谢谢谢，拜托拜托，恭敬不如从命了啊！好，谢谢，再见再见啊！好好。刘老师，你可真是诸葛亮在世啊！你刚才唱那场空城计太棒了。我这也不是没白忙活吧？明白明白。哎，那个小胡，哎，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就还给你啊！没事没事。您先忙，哎，先忙吧。好，哎，谢谢了，没事。妙叔，谢谢你们了。心宇啊，你这个事儿啊，你爸迟早得知道，这么瞒下去不是办法啊。所以啊，爸，以后我们就都靠你了。哎，别别别别别别别！我跟你说，以后啊，哎，真就没有以后了啊。哎，不，牛老妖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，我现在就去找胡叔去，就说这主意全是你出的，你等着吧啊！哎呀，我这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小情人？爸，小情人，哎呀，行了，爸，你赶紧跟我走吧，哎，走吧，好好好，哎呀，我说你慢点拉，慢点拉。您找我有事儿？牛老妖，你那张釜底抽薪用的不错呀。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懂啊？哦，昨天送餐还顺利吧？托你的福，没有出什么纰漏。哦，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一江总，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？我也没让你走啊。哎，哎呀呀，你看我这个急性子，哎，什么事儿？你不知道我要找你有什么事儿吗？那我哪能知道啊？其实今天专程请您过来没有别的事情，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。这是我们的还款协议，不是说好的慢慢还吗？我没让你还钱啊！啊，看看，签字栏旁边是什么？身份证号码啊。知道号码代表什么吗？那当然知道了，哪个省、哪个区县，还有生日。是。哎呀，本来昨天是想买个蛋糕特意给你送过去，哎，没想到你那么不好的记性啊，自己生日都记错了。那个杨总，我牛老妖，下次撒谎之前自己先想好了，免得自己打脸。其实你看，这让我们送一盒盒饭才1块钱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所以你兄弟说不通，
你就给我来这招釜底抽薪，断我后路啊？想知道昨天谁给我送的餐吗？我们内部出叛徒了。没有，他们忠诚得很呢。哦，那是什么人？网络送餐公司。那么我们对，你们以后就不用来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正式被辞退了。小花。